为今天的天气不好，所有摆摊的人都在观望这个天气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，有的都不敢摆。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，我们怕把衣服一会儿下雨的时候淋湿了。小海哥现在正在接单，三个手机接单，忙不忙？接得过来吗？等一下用不用我帮忙？你看看我这1000块钱雇的助理，其实现在他连1000块钱都不要，我现在只需要管他吃管他喝就行了，天天三个手机。这就是我的司机兼客服兼打包工人兼老公，他们也在观望。你忙什么白阿姨？拜拜啊，看他们都拜拜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摆摊来了，但是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所有摆摊的这些同行们都在观望这个天气。你看，现在胆子大的这些姐姐们都已经开始摆了，但是我们怕一会儿下雨的话，来不及收，再把衣服淋湿了，所以说我们再等一下，我们再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开始摆。现在架子已经支上了，我那卖眼镜的粉丝大哥今天没来，估计他也是怕下雨。但是我们再等一会儿再看一看，我们前面有一个阿姨，他们也在观望，看看下不下雨，不下雨我们就一块儿摆。开始摆了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万一下雨呢咋整？好吧，那就听你的啊。说实话，摆地摊拉这些真实的精准的客户真的是超快超快的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忠实。洗个手要吃早饭了，小海哥给我买了个早饭。这就是我的早餐啊，一个肉夹馍，不是，是一个白饼夹的鸡蛋还有豆腐。在外边不能吃肉，因为不知道那种肉好不好，所以就吃素的了。现在开始下雨了，我们收了一架子的衣服了，然后这个架子上面搭一个伞，雨就淋不着了。等一下看一下这个雨能不能下起来，要是能下起来的话我们就收了，下不起来的话我们就再摆一会儿。 Later. 突然一下大雨点就来了，现在我们已经装完了，30秒就把所有的衣服都收完了。哎呀，小马扎给我淋湿了，赶紧收我的俩手机。小海哥不摆了，直接收了，收吧。这就是摆地摊太辛苦了。海哥你觉得辛苦吗？不辛苦。还不辛苦呀？觉得可怜吗？我咋觉得好可怜呀？勤奋啊，让你跟着我受苦了。你是不是心里感觉可不好意思了？哎呀，相当的好意思。哎，这个姐姐收的早，现在都收完了，人家有先见之明。比较聪明。是，比较聪明。你看那边的也都三下五除二的开始收了。湿的。今天这个摆摊摆得挺悲惨的，才摆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卖了40多块钱，我们就收了，太可怜了。今天收了，收了，下雨了。不能再摆了。哎呦，万一下大了的呢。